午休结束，好，你的。满意吗？好吃吗？说是要是宝宝套餐吗？团快崩溃了。团要是宝宝套餐吗？水莲，水莲啊！还有鱼啊！我可以吃啊，没有辣的可以吃啊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吧，好吧。我怎么也在甩？半年没见了，有差不多，年初工作后就没见了。然后我们还有个主管，那时候应该才是我的直属主管。
班。加班。就是当你觉得越丑，你越会中奖。想说过下半新区啦，天哪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提供那个。
礼拜天的晚上，是二号，嗯，比赛，去吧。